好，我们来看《伊索寓言》的第十三篇，这个叫做《转瞬即逝的快乐与消失的鱼》。第一句，Hardly is ten sagas nine helcusin ento boda mo。首先有个比较麻烦的词儿叫做渔夫，叫 Hardly is，那这地方是一个复数版。所以表里有给出啊，你的单数版叫做 hardly ails， hardly ails， hardly is， 并且这个词前面并没有 the， 没有我们的冠词，那就是某些渔夫，一些渔夫， hardly is。接下来 ten sagainen， 那这地方是渔网，并且从它的词尾来看，这是宾格，这是我们作用的对象，宾格，这是宾语，那干了件什么事儿？Helcusin 后面的 usin 能告诉你，这是第三人称的复数。他们在干嘛 ？Helc 是拉，他们在拉网。Helcusin endo podamo 来自于 podamos， 那这个地方是河流，在河里面，所以他们在哪儿拉网？他们在河里面拉渔网。来看下一句，叫Happy day, may lose season, but lose it still. Hi, Lucy, guy, or who die? 如何 ？Happy day, happy day， 在我们前一课的词汇表里其实有，它跟 happy 是同义词，是同义词。那么有很多的意思，可以是问当什么什么的时候。那么也可以表示的是因为 because， 那这个地方呢，结合上下文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因为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什么 ？Melusi， 他们将会怎样？这个词的后面是要跟不定式的 ，season， 这个地方是个将来时态的不定式，所以他们将会，因为他们将会有。Season， 这是有的将来时不定式，说因为他们将有什么 ？Bolus 很多很多，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容词，很多很多的什么鱼 ？Ichthyus 这个鱼也很奇怪，它的单数长得跟它几乎差不多，只是在重音上略有区别。复数的话是一个抑扬音号，而把抑扬音换成阳音符。Excuse， 那就是一个单数了，单数，所以单复数从字母上来看并没有变，只是在重音上有点调整。所以至少我们从前面来看，这不会是一条鱼，而是很多很多的鱼。在这里我为了强调一下有很多鱼，所以我这里给出了一个复数啊。实际上在英文翻译的时候 ，fish 是一个作为集合名词，也不一定非要加上 s 啊。Hirosi 啊，他们，然后 hi 这个地方是。开心高兴，他们很高兴。Hi Lucy， 后面的 n 不用加上去是吧，后面有一个可去掉的 n， 因为后面是以 k 以辅音字母开头，前面的 n 可以去掉。Hi Lucy， 他们开心，并且改 orhundai。 好，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词尾叫做 ontai， 这个词尾你还没遇见过啊，这个我们以后会去学。这是一个中动的，然后还是个意象的现在时态的东西，跳舞，有点奇怪的一个词啊。简单的说就是他们跳舞就行了。这个词尾我们以后再去说它。再看下一句 ，说 ，Al epi aisten sagenen blebsin uch hora。Hiring 如何 ？Al 后面省略了一个 r， 因为后面这个词是以 a 元音开头，所以我们这里不需要加上那一个 r。Al， 然后 al 呢是一个更加强烈的转折，所以当你看到 al 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你都需要把 but 翻译出来。然而，但是 a bay 啊 ，a bay 跟刚才的 a bay day 同义词，可以是 when， 可以是 because。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似乎用问更好一些，当怎么
Eystein Sagenen 好，这里出现一个介词，每次遇到介词的时候，你都需要去积累这个介词怎么用。表示的意思是在什么什么的里面，所谓 into 到什么什么里面去，而后面的是一个宾格，所以可以积累一下我们的介词是吧 ？ace 后面要接宾格，接宾格，所以到那里头，看到那里面，看到什么？看到往里面，看在哪儿 ？blepsing 后面的 using 在我们的标点符号之前，这个 n 是要保留下来的，所以 blepsing 他们看见，说，而当他们看到那个往里面的时候 ，uhora hiren， 那就是就不是开心的时候了。那么 uhora，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 hour， 时刻，不是开心的时刻 ，hiren。好，一个动词不定式，就是一个，我下面直接翻译过来是这个样子，你也可以说就是 It is not an hour to rejoice， 不是开心的时刻。为什么 ？Ehusi lithus uk ichthus， 这里说 Ehusi 啊，又是他们有什么 ？Lithus 来自于我们的 lithos。石头，他们有石头。不是鱼，又是这样。这里是一个 ，exthus 就是一个抑扬音，那么抑扬音的话表示的是复数版，所以下面仍然为了故意强调一下，这里给出了一个 s。Ukati hirusin, ukati orhusin.Orhundai Ente Hodo Ukati 和一个 Ukati 非常简单啊，前面的 Uk 一个否定式的前缀，然后再加上一个 Ati 有当的时候，当什么什么的时候的意思啊，在一块儿连在一起就是不在 No longer 不在，他们就不再开心 Hirusin 跟刚才一样啊，在标点符号前面要把 N 带上 Hirusin，他们就不再开心，他们不再跳舞。Orhundai， 好，继续。Ente hodo， 在路上。Ente hodo 来自于 hodos， 但是 hodos 是个比较奇怪的词，它虽然是一个 O 型变格，但是它却是一个 O 型变格的阴性词。你看，后面的词尾长得并不一样，是吧？这个是一个 O， 而这个是一个 A， 那么词尾都不一样。说明了我们的变格类型不同，但是在性数格上仍然保持一致。再看 ，al he emperia by deuce tus halies 怎么样 ？al 又是刚才那样省略了后面的 r， 因为这个地方是用元音开头，所以。但是，嘿 ，Imperia 就是我们的经历，但这经历 ，Imperia 怎么样呢 ？By Deuce 啊，我们重点学过的一个动词，但是这个动词这地方有个 s， 所以这是一个将来时态，所以我翻译做了一个 will teach， 说这个经历将会教谁？教Tus halies 将会教那些渔夫。教导这个词也很有意思啊，如果要教导某个人某个事儿啊，它可以接两个直接宾语在后面。我们来看看教导什么 ？Hoi theos tois anthropois haras bembusin ala kai lupas。怎么样 ？Why theoi 众神，那些神 theoi。Dois anthropois 后面是 ois， 那这是一个语格复数版。对众人，给众人干了件什么事儿？说 bembusin， 这里是派，
派出或者是送来，说众神给众人，然后送来了什么？送来了喜乐，送来了开心。哈拉斯，哈拉斯。在这之前我们学到的是它的不定式，是吧？我们再来看一眼，在前面我们这个地方是出现的一个不定式，或者是一个他们开心，一个动词 hiring 或者是一个不定式的 hiring， 而这个地方是它的名词吧。 harass， 那么名词开心，并且这里是一个复数版的开心。说他们送来了喜乐，送来了开心，并且还怎么样？阿拉和盖在一起构成了一个 but also， 盖不一定每次都要翻译成 and 的，也可以是做副词用。比如在这个地方的话，可能用一个 but and 不是特别好 ，but also 可能会好一些。阿拉盖，并且还送来了绿巴斯，好，并且送来了一些痛苦。嘿，绿北 ，Adelphi tis haras esting， 如何？说嘿，绿北，那些痛苦或者那痛苦，这是个单数。嘿，绿北，哎，你会发现这个是以 a 来结尾，以 a 来结尾。我们说了，我们有三个家伙，在后面的话一定是接 r， 其余的时候大多数我们都要把 r 变成 a 的。哪三个？哎。E 和 R 和这个，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单数部分往往都是要变成 A 的，所以黑绿北而不是黑绿吧。在复数的时候会回到 R 的头上去，所以你看到复数的时候回到了 R 的上面去啊。黑绿北说那痛苦怎样？ Adelphi 哦，姊妹，说那痛苦是谁的姊妹？ Tis Haras， 为什么他不说兄弟，说是姊妹呢？因为黑绿北是一个阴性的词哈。我想如果他是个阳性词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他就要说兄弟了。Adelphi 姊妹，然后 Tis 告诉你这是一个属格，属格的话呢 Haras，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词跟这个词长得很像啊。Haras。这地方 haras， 哎，差异就在一个重音的头上去了啊。那如果是长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宾格复数版；而长这个样子是一个属格的单数版。是谁的姊妹？是这个叫喜乐的，是开心的姊妹。然后 esting 又一次把重音扔到了前面。扔到前面的时候，如果扔到前面是扔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而这个音节本身就带有一个抑扬音的话，那么这个扔过来的东西会被抑扬音给吸收掉，就好像扔过去之后对抑扬音没有影响一样啊。所以仍然是这样一个形式。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这一篇小短文的一个讲解，那么我们下一篇再见，拜拜。